今天在路边发现这里有些蕨菜，我们多采一点。你们有吃过这种的吗？好多，我们就吃刚刚的这个经济。多采一点回去做菜吃。大山里面，好多都已经发老了，这一些。看呀，太美了。好多都发老了，只能一根一根的找。这里有一根，这里有一根，这里发现了好多根，那边都有。我们下去采一点，你看，这里有，好嫩。这一个，这一个，哇，这里有一根，这里有一根。这个就是刚刚采的蕨菜，我们再继续多找一点啊，山里面到处都是，但很多都发老了，看大山里到处都绿油油的，真美，回家开做。